台湾人特殊喜性，老外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内裤、海滩裤同一件，是什么意思？好像看起来像。内裤，他在穿内裤搭配 T 恤，就是这样子的穿搭。花东人说话主持颠倒奖，比如说我要问你说，那你怎么样？两个字就搞定了。什么？到底？到底？到底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1/2强。